一起上课，我也想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也不知道学长现在在干什么。看一下第二条线索视频。他们开始变淡了。那我也试试吧。学长。嗯。你什么？什么比较好啊？我上次不是把你的衬衫弄脏了吗？我就做了一件新的。学长，怎么过来了？你不是在忙着参加设计竞赛吗？向天宝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，她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人去努力地改变自己，让自己变得优秀。在这个成长蜕变的同时，她还能交出一份漂亮的青春答卷。我真的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和我一样喜欢这个成长的故事，喜欢向天宝。10月23日，我在湖南卫视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金麦。因为我现在正在国外有工作，没有办法及时赶回去了，所以真的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到现场，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了。初恋那件小事马上就要播出了，真的非常的期待以夏娜娜的身份和大家见面。在这个成长蜕变的同时，她还能交出一份漂亮的青春答卷。10月23日，我在湖南卫视等着你。